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为什么不按发言稿说？宋阳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这样特别的洒脱？你跟公司公开叫板，说你有女朋友。如果你之前的人设不是阳光优质偶像，我特别感动。我今天本来也特别感动，我流泪了。但问题就是，你之前的人设是阳光偶像、优质偶像、积极向上，你现在想把人设全给我抹掉。 宋阳，我把你一手带出来，你对我最起码有起码的尊重。你有什么决定跟我商量一下？你还想当小演员？小演员怎么生活？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到横店去，跟一帮演员合租房子，蹲马路边给我吃盒饭，稍微演技不好，让导演给你写死。你想过这种生活？只要我还能好好的演戏，我无所谓。 好，你厉害，你有志气，我成你绊脚石了，是吧？好，我放手。姐，您肯定希望我走得更远更稳。过去的成绩都多么的不堪一击，就像水上的浮萍，毫无根基一样。现在我要你看着我站起来。 塑造另一个宋阳，名什么的我可以不要，我赚的钱，公司别都可以拿去。我就是想做个演员，哪怕是演不起眼的小角色，大不了我就把我这几年赚的钱都还给公司，也无妨。 我一个人静静。 说实话，今天宋阳说的话让我挺意外的。特失望吧？是担心，我是真的担心他。他这半年经历太多了，他今天说的这些，我听了是感动的。我是对他另眼相看的。 可是我没想到他竟然连一点后路都没有给自己留。